哎，我妈打电话给我。哇，大姨子。喂。嗨。Hello， 老妈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做个游戏啊、哦，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整，就整一下杨迪。好。我的。就说杨妈妈呢头晕，现在很不舒服，看她如何表现，你就告诉她。好真人秀啊，好真人秀！你妈是不是在剧透啊？这你不是在我身边吗？我没听得特别清楚。你没听清楚啊？那我重说一遍好了。就我告诉你啊，那个杨迪的妈妈挺不舒服的，刚才那个晕倒了。什么、阿姨？什么？我妈晕倒了，阿姨。晕倒了，不舒服，晕倒了。现在在哪里啊？沙滩，在沙滩上。人没事，没事。怎么会晕倒的呢？天热呀，中暑了。阿姨，你先拿个伞把她给就是遮住。在遮住了，遮住了。她现在没知觉了是吗？对，现在晕过去了。这么严重啊！我们就离开半个小时，就这么严重啊！你们在哪个海滩啊，阿姨？我们在哪个海滩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你发个定位给我。你赶紧的。嗯，好，来了来，我们现在马上出发啊！好的，拜拜拜拜，尽快哦。啊好。阿姨戏很稳，阿姨说话的真是淡定。你妈又没搞明白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妈都没搞明白。我妈是这样子的，好像就是连躺在地上都不愿意啊，晕倒就晕倒吧。